大家好，我是林正，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我新专辑《数学家》里面的《罐头工厂》。这首歌呢，跟我的好朋友刘嘉明，还有我更久之前的好朋友廖文强一起来完成这首歌。那其实这首歌在创作的时候，我们的一个理念就是，也许现在社会上会有很多理所当然的价值观，可能国中毕业就要念高中，高中毕业就要考大学。那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候，也许跟大家的方向不同，就会得到不一样的眼光。那希望藉由这首歌，可以让大家得到一点冲撞这个价值观的勇气。来听听这首《罐头工厂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林正，银河网络电台给你一整天的好音乐、好心情。